你还爱我吗？你在哪里？宝贝，你快到了，快上来带我走。为什么你要在我脸上打马赛克？他们要我在你身上做记号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会来救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要控制你了。好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接我的女朋友。但是你没迟到。对不起。那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吗？那你下手可以轻一点吗？好。先生，这里是管制区，为了你的安全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我们当时不开心吗？你听我说，我们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我不行。你去哪了？拜托，求你不要把他带走。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带走？我们只能这么做。他控制了这一切。等一下，如果离开的话，我们就乱。
说。不能让他停下来，不要杀我，拜托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对不对？他们说一旦我离开，整个世界会反过来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你可以用它来带我走。走吧。下来吗？不想再控制了。我将切断连接，会伤害到更多的人吗？喂，对不起，我只想跟你一起回到过去。那我们一起离开就好了。他们会再找到我的。我做不到。好吧，那你只好把我留在这了。但是，我需要你。傻瓜，不要哭，我爱你。去吃冰淇淋吧。